婚姻管政府今天给老在举办金婚志工大队的成立，希望接到这批志工人员的协助，后来参观农业博览会的全国民众对婚姻留下美好的印象。今天成立这一个志工会最大的精神就是活力志工，幸福于你。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各个领域我们的所有的志工好朋友的付出跟投入，我们可以为年底我们的农业博览会加分。这个志工大队是为年初就开始招募，目前已经有1800多位的热心全民响应。另外，环球科技大学甲后尾科技大学也已经提供拢总7000位学生投入这个志工队的行列。环球科技大学有5000位学生，那湖北科技大学有2000位学生，愿意把我们农业博览会这个活动期间的一个服务纳入他们学校的一个实习的一个学分，所以我们将来也会有大批的青年志工的一个。金婚志工大队是由前代理馆长李进勇来担任大队长，报名参加的志工无分党派甲年龄，而且各行各业拢有。我这一次的志工是一个整合性的志工，包括各个领域，大家要安怎互相去支援，大家要安怎互相去协调，这是一个真大的考验。但唔盲讲透过一摆，我们民间自主的力量来投入这个龙头的志工。有法度让伫婚姻观结合所有的资源，跨越党派、跨越年龄、跨越业别、产官学的一个大合作。婚姻观政府也希望这个志工大队，除了年底的全国农业博览会以外，将来也会当继续替婚姻的进步贡献大家的力量。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